最美人妻，现在跟依依来这个依依就是推荐的小公园来看花，今天超热，到昨天还算是暖，然后晚上凉，现在是夏天，超热的，暖春，对啊，也太暖了吧。然后前面就是樱花，给大家看。噠噠，我觉得应该过两天会再开得很满，再满一点。今天应该要放个小帮忙圈。谁的频道都要说你们最爱的小允回来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小允来赏，今天是碎花姐妹，碎花姐妹妆，姐妹花，好热，今天超热，超热的，今天是夏天。我们今天来看花，但是就是不是去那种比较有名的地方，就跑来依依住的附近，嗯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多人，但也很多人，可见多人，可见如果我们去那种真的赏花的那种圣地的话，一定人更多，一定爆炸。而且今天是平日，对，今天礼拜四，就来这边就，我觉得这边就很漂亮了。而且今天刚好有一点风，所以就是有很多那个阴吹雪，美美的。这个 Seven 想说应该会蛮好看的，所以就来这边拍拍看。今天因为有一点风，所以很多阴吹雪，觉得超美的。而且我喜欢这边是有点跟韩国那种很传统的房子就是一起，所以就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。比较可惜的就是都要戴着口罩。那么今天的行程就是看花、拍照，然后去咖啡厅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吃晚餐。今天晚餐超特别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到。但我很期待，对，是台湾吃得到，韩国吃不到，但是韩国现在又要吃到了的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今天也太肿了吧，我的脸。
是昨天吃炸鸡的关系，来一语入境一下。阿姨说我们穿裙子很可爱。她说我们的裙子漂亮。嗯，사랑스럽대。到咖啡厅了，小阳台的感觉。新买的充电器，充得很慢，但是很可爱，就不用带线。Waffle 还有两个啊啊，一定要啊啊的，吃起来，还有可爱的刀叉复古版。先让我吸一口，请吸，来，干啊，干起来。直接弄好了，不太喜欢。有没有？我帮你夹好。满满的，鲜奶油。回忆家吃晚餐喽，玩了一整天也是蛮累的，一直到昨天，其实白天很热，晚上会很冷，但是今天真的是晚上也是暖暖的感觉，就穿这样也不会冷。晚餐就是鳕鱼堡。我之前很吃他们那个芋头派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真的、可是我不爱芋头。你不爱芋头？不行。你不爱喝芋什么？芋圆我可以，芋头我不行。那你之前有吃过吗？我听说之前也有，然后是又再出的。嗯，太弄了，开，慢开，用脑慢开，把这个打。一样吗？一样吗？有有有有，四方形的，有 feel 有 feel。妈，今天我们来汉堡干杯。好。嗯，怎么样？不贵吗？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啊！就是雪糕味道。嗯，超好吃。它在它的酱比较少哦，真的耶。台湾的会整个酱炸出来。我之前学校有学妹是会叫他们不要放酱。嗯，我有哥也不爱吃酱。
뭐야 이건 카메라가 아니지? 이거 카메라 이게 카메라야? 어 신기하다 아 나 이 카메라 아니 이게 고프로야? 이게 그 포켓 신기하다 아 나는 카메라 이걸로 찍는 줄 알고 이거 삼각대인 줄 알았어 아니야 카메라야 이건 45만원 비싸다 비싸다 이거 술 먹고 잃어버리면 안 되겠네 제일 작은 거 올 거야 여기 포켓몬 라이프 옆에 있어요 예전에 건장 오 맛있다 아 저 22살 때 여기 바로 옆에 파스케 식감이 파스케 아, 저 이름 할 수가 있어 have more power than you.